年来，咱大家共同打拼的结果，无论是产业的转型、经济的表现、民主的成绩，咱拢已经得到国际肯定和信赖。换一句话讲，现主席的台湾是国际民主的模范生，现主席的台湾在经济上国际优等生。大家应该有注意到，这礼拜二，台湾股市收盘已经起到17341点，已经超过香港恒生指数。台湾股市一路起，日蔡总统任内起两倍啦。香港恒生指数一路一直跌落来，跌落来到现主席，咱已经黄金交叉，表示台湾坚持行家己的路，咱一定会出头天。